任何人都不相信我会那样子，他们说你们肯定弄错，后悔自己可傻，不值，比他这种人不值，真的不值。喝酒跟正常人喝酒不一样，别人什么东西都往你身上打，我们这打架都跟家常便饭一样，三天小打，两天一大打，让你都往死里边打。然后最后唯一一个想法，就是他死，肯定都是我死。我只不过是可能被他玩死，说实话都自己都可后悔。那天晚上你让我现在再回想去，让我现在再去打，往再从头来过的人，我肯定做不到也办不到。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怎么后果？没有。是没有那个法律意识呢，还是？当时想想太简单了嘛。啊。彭小军帮帮忙，没什么事。嗯。更怕什么？我只帮朋友介绍而已嘛。就哦，单单只是一个介绍。对。其他你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嗯。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下，你去帮丈夫介绍的。对。好像有点。对，家伙一起了，装一起，就这个自己害自己了。对你来说，江湖义气占多大的分量？人生比重当中占了100%的分量。就为了这口义气？嗯。那你觉得现在这口义气还值得你占100%的比重吗？不值得。
从而使我犯下了滔天大罪。而今在看守所的大牢之中，面对四面厚厚的墙，两扇高高的铁窗，回忆着过去的所作所为，点点滴滴都印上了我的心头。扪心自问，我前些害了多少人，害了多少无知少女误入歧途，我更害了与我同案的四个伙伴。他们为我判死刑的判死刑，无期的无期，是我，都是我，是我毁了这么多人的美好人生，更毁了我自己。我后悔，我真的好。这个心就给倒的脚上就那样，这他想着这天塌来了，这他想着的事，这他这个孩子咋的这个样，谁不难受想着事。你咋不想开一点一点嘞？那不能过，那就不过着了。你咋不能走这一条路啊？你对不起。就来发的事不是小事儿，当年的这事儿太大了。我都做了怪物的事儿，去下了把我扶去了，想想可能这样的事冲动，你看冲动了后果，这就是后果了，怪物的。我想吃你包里睡觉了，就那最后没吃够。俗话说得好，该放时候就放手，不要像我一样因情而杀人，结果把几个家庭都给牵连进去了。怎么会两个人一起做了这个事情呢？就是当时被害人说话有点口，一时冲动，我也没想把他打死。这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我管不着，你怎么去跟我
我在那儿，我自己我平常的，我平常的运营旅游旅游那么少。今天中午，中午。我听我，你听我，你当我真的我，而且我问的都是我爱的这个领导，我肯定我肯定啊，我肯定要按那身高下我不下班的员工，你哥我要按那欺负，那你就要保重身体啊，啊，那个我本人叫他们的。我不想我点点上去，也不会我我不想做，因为我个兵不想跟你过，因为我不想把兵点干嘛，我不想你只干嘛呢，因为你帮我不会，你觉得跟我结果我在那里打打我去，绝对得是的，我都不会这种打打我去，我说明我的小家跟我有人带出来都不会，我在那里干干干